你开这么乱干嘛？你看把我车都撞坏了。盘点全网那些女司机的奇葩骚操作。你看什么？看见你这么远还能撞你啊？谁记得给我？体力外体力带我。错了，再来。踩刹车，踩刹车，踩刹车，刹车，踩刹车，刹车，踩。这是咋的了？撞上了。前面没车呀。你溜车撞后边车了。你现在给我先坐到没车撞啥样？难道？女司机，她拐弯拐的好稳呀，好帅哦，一点都不像我。Later， 看，又是一个成功被教练带到狗里面去的，哇、哦，呀，女司机哦，又是女司机哦，人才呀，都是人才。故障灯就是一个人抱外的一个宝剑，一个人背一把宝剑呢、啊，什么颜色的？就是红色的。红色的是吧？车子能开吗？不知道。我那个宝剑在这里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哪里啊？这里啊，那个就是这个宝剑是吧？宝剑。哎。这里感叹号又出了什么问题？什么？一个宝剑一个感叹号是吧？对，真假的哈。嗯，系好安全带之后，这个就会没有，就提醒你没系安全带，知道吧？对，我这感叹号是这个车门没关，我们刚刚是开的，就刚开的车门嘛。你这个你考的驾照吗？刚好拿的驾照。刚拿的驾照是吧？证件出示一下给我看一下哈。谢谢。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你若爱就拦，不爱莫张狂。收起你的那些小小八卦肠。Hello， 这你别笑，
以后我开车，你在边上安安静静的坐着。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。本来我会开的，你一直叨叨叨叨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开了。你要坐就坐，不爱坐你就滚下去。5秒、3秒、2秒，我希望前面的司机、女司机能起个步，起个步，起步！你已经堵了我一个红绿灯了，天哪，我不敢压线了。哎，师傅，起个步！啊，太可怕了，他起步两步啊！天哪，我要压线了，怎么办？好吧，谢谢你了，第二个红绿灯。妹妹，这是第三个红绿灯了，你已经堵我第三个红绿灯了，妹妹你起个步行不行？起个步嘛。妹妹起步，加油！你驾校在哪儿考的？天哪！还有两秒，1秒，我天，第三个红绿灯你赢了。啊！停车场门口干啥呀？往前走啊，干啥呢？屋里没人。那什么玩意儿没有人啊？你往前上上啊！啊，喇叭干啥呀？往前走啊！没人给来台杆呢。这是无人收费的。是啊，那屋现在是没人啊，按喇叭呢。傻，你后边停那个车，给喇叭听不着吗？你这都给堵上了，给道，你往前动一动啊！这老些车都让你。屋里没人。你干啥呢？你跟谁说话？你往前动啊！前面不有杆吗？是啊，你往前走啊，自动的，自动往前开呀、啊，往前走。你说谁的？你非得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不说我的，快走啊！哎呦我，哎哎，你说你这是谁控制的呢？我总在你的地下。我的那个发动机冒烟了。就是那个我那个机油没有了，我加成水了。机油你没加水了？嗯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来找你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感觉怎么样？啊！你进哪了？你瞅那窗子呢？我也没看见、啊。走吧。
再刹车！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开着车，开着车就是高吧？啊！哎呀，好呀呀了！还憋着这 ？Oh my god！ 咋的？听没听明白？啊啊！不，这行啊！大力出奇迹呀、啊！啥玩意儿也？还挺厉害呀、啊！哎呦我天！还挺满意是吧？哎呀，快点！吓死了！吓死咱了！你这前面是弯道，高速上这样弯道不能接到超车，你等这弯过去再超呢。对面你得看着对面车道有没有车，你才能超。你这都看不着，你超不危险吗？哎，那我现在能超了吗？超吧，超吧，啊、能超。别喊，别喊，你喊啥呀？你超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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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加油！加油！别喊，别喊，别喊！好！别喊，好！靠边，你别开了，靠边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